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根钉。之前我有分享过，我就说如果他有机会回来弹上去，4.55，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。如果那时候你马路的话，现在你就赚钱了。然后呢，他星期五时候呢，再次的突破这一个第二个买点。也就是4.72，它突破了主力线4.70，这个是第二个马路点，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马路讯号。第一个目标价呢，就是这个52周新高4.95这边，个人认为，只要它的这个业绩。有赚钱，突破5块钱，突破6块钱，并不是问题。再加上跟定新加坡的业绩好像越来越好，母公司跟定肯定也会被看好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，突破4.70是马路讯号。第一个目标价5块钱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是有兴趣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外教小组，这个免费的优惠呢延长了，几时完毕我也不知道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。谢谢大家。